我们有关单位要出去也不会问说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一只母狗发情，我们是把那一只母狗抓起来就好，结扎就好了。很多公狗都已经，很多狗都要跑回去，可是我们的捕犬队出去就是乱抓，看到他就抓，只要人家帮我抓回去一只交差，然后抓到的都是家犬，很多家犬出去尿尿就被抓去了。那抓去我们要去领狗，很多爱心妈妈去领狗被百般刁难，你们北市有吗？有。你们北市有没有被刁难？有。他没有善意的回忆，我们不要走好不好？好。今天没有一个合理的交代，我们就不解散好不好？好。我喊陈武雄，大家喊下台。陈武雄下台。许桂山抗议。许桂山抗议。许桂山抗议，抗议，麻木不仁的政府官员，我们要用行动证明给他们看。今天这样生命，你在那哭，这样生命，每一条拢在死亡。各位，尊重生命，全世界对国歌，马英九总统说，我们是一个文明的政府，到今天是一个文明的政府。主管单位罗委会竟然残杀这些生命，是不是要下台？是三点一的我知道，我们就冲，不要怕好不好？好。不要怕好不好？谢谢大家，我们都协调好了啊，请你们派代表来，大家谢谢啊。因为哈，今天大家的诉求很多哈，其实啊，也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大家是可以坐下来谈，所以我很愿意听大家的声音。大家也知道总统也很重视，所以上个礼拜总统接见泰山兄，他们也答应说，我们本来在5月9号就是规划要跟大家谈，但是因为你们已经来了。所以我们也尊重大家的意见，但是因为人这么多，大家要有代表，所以我很诚挚的啊，要求大家这么辛苦，有的又有从南部而来，我非常的感动啊，所以我想我们好好的来，请你们派大概10到12位代表进来，那我们才能够谈，不然这样子，你们在这边我们没有办法坐下来谈，好不好？这些狗、这些猫被抓去收容所，只有死路一条。包括我们的捕犬是完全不负责任，只要一通电话所有的狗都抓，为什么这些捕犬的人可以这样不负责任？为什么我们的捕狗队这么样勤快巡逻，看到狗就抓？为什么我们捕犬这么泛滥，家犬再乖的狗没有攻击性的狗也都抓？那收容所里面没有完全按照农委会自己规定的一个程序 SOP 来做，包括抓进去的狗也不少晶片，甚至呢，很多狗被安乐死之后才发现它身上是有晶片，它是有主人的，所以这样的乱象已经存在12年了，到今年十一月已经13年了。那我们希望农委会这次能够真正拿出诚意来解决这样收容所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不能再忍受下去了。公务人员知谎犯法，他可以不守禁片，我们就要执禁片，我们没执禁被罚钱。可是我的狗执禁片抓进去，他可以不守，他可以说他守不到，狗就被安乐死。哦，不会不会，这个东西如果抓到，我们绝对严惩，在开玩笑。哦，这个不会这样。如果有抓到，立刻重罚。哦，那一定要这个来扫，因为这是牵涉到。如果说在酒店里面有扫描，我们缴税的人，我是其中一个。把我阿妈跑重。犬瘟是一个疾，这个传染病，我们会要尽量的来控制。那比如说收容所。这个动保团体也要求说，啊，是不是要让这个一般的志工，事实上人员的进出的管制不是也很严重啊？我想我们防疫都知道，我们应该要充分的来利用一些疫苗，或者用这个比较好的消毒啊人员的管制，我们也会来规划这个好的一个动线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发现它这个犬瘟热比较严重的，我们有部分的地区可能这个动线方面，或者是说应该隔离方面，我们都会来。想办法争取预算来逐步的来完成。那刚开始我们会成立一个兽医的专业的团队呢，来对所有的收容所来做一个评估。我补充一下，处长答应三个月之内，就是明年二月之前提出方案，是有要时间表的。啊，比如说现在有提到的某些地方的收容所哈，它有没有扫金片的情形，这个我们立刻由公函啊会要求所有的收容所一定要按照程序来做，如果还是没有这样做的话，我们一定按照行政的处罚来处罚这些人。有关于收容所哈，要透明化的问题啊，现在我们也觉得说还有要招募志工，我们会用公文请各个单位在他们经费容许之下，既然动保团体要当我们的志工，这个政府求之而不得，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来努力促成。另外关于这个收容所里面禁止拍照的问题，我们也承诺立刻的来做一些修正，我们会跟各地方的这个比照新屋跟台中的模式，让大家能够呢进去以后表明身份，然后呢有人陪同之下就可以来拍照。安乐死的部分过去是没有监督，都是政府机关来监督。那因为我们的民间团体希望说有这个他们推派的兽医师我们一起来做监督，这个我们也答应立刻可以来做。十二天没有办法这个认领养的规定我们比照台南的模式利用认养跟领养的方式，然后签一个契约，那也避免说民众呢十二天你把人家狗领走了，结果是他的狗造成纠纷，所以我们用台南的模式，我们农委会也很快的会发公文第七点是提供民间这个送养猫狗的场地这个我想我们政府也应该来协助各位动保团体，我想这个我们也来努力，好不好？好，就这样，好，谢谢那应该大家可以满意了谢谢大家。谢谢，希望大家平安的回去我们共同为动保来努力，谢谢大家。